由公园步道望落去，河岸波道咧旁边咧系一重又一重嘅草坯，呢、這个绿油油嘅画面会唔会觉得好独特呢？嗱，呢度咧系 Thames Barrier Park， 占地7公顷，系全伦敦过去50年嚟最大嘅河岸公园。呢一条绿色堤坝，除咗用嚟点缀环境、提供动植物微气候之外，都用嚟话俾你听啦呢一片土地嘅历史。因为 Thames Barrier Park 坐落嘅 Royal Docks 前身就系东伦敦河畔工业区，以前系红极一时，亦都系最繁忙嘅船澳。今日逐步转型，其中英资发展商巴列摩就联同新加坡发展商 Osley， 将附近占地1200英亩嘅用地发展为具备住宅同埋商业嘅项目。住宅项目嘅首期 Riversgate 占据咗整个项目嘅中心点，合共由3座组成，一共提供249个住宅单位。我哋胡说楼市喺英国嘅特派摄制队嚟到呢度考察，虽然 Riversgate 而家仍然系兴建之中，但系隔篱由同一发展商发展嘅 Roy Wharf 对绿化相当着重。当日摄制队由 Roy Wharf 去到 Riversgate， 基座系一啲商业配套设施，有餐厅、有超市等等。但系店铺外边嘅街道左右两旁咧，唔单止仲有好多树木同埋预留草坯，仲有好多休憩空间，一直会贯穿去到 Riversgate， 仲同隔篱嘅泰晤士河同 Lyle Park 融合起嚟，一个工业区提升去到高端综合商住社区，民生配套、社区教育设施系咪追得上咧就好关键。由 Riversgate 行一条直路，可以去到2019年先至落成嘅 Roy Wharf Primary School。Riversgate 西北面亦都系挨近 Royal Victoria Dock 附近，你可以步行横过 Royal Victoria Dock Footbridge， 前往全欧洲最大嘅展览中心 Excel。嗰度未来都会设置一个 Crossrail 嘅站口，以至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亦都系即将由市中心嘅 City Hall 搬到去 Royal Victoria Dock 西边嘅 Crystal Building， 对呢一区嘅提升都不容忽视。